者曾文荣台北报道，32岁一奶书法家赵云，姓名赵新言，前年10月打秋闪嫁衣美诊所 CEO 朱杰瑞。不过金雀经报他已经离婚，恢复单身，独自养育9个月大的女儿。据媒体报道指出，赵云去年8月与老公分居，并在同年底办妥离婚手续。赵云友人则心疼地说，他 alone 很久了，担心妈妈很辛苦。正式婚变，赵云去年4月产女后入住月子中心 VIP 房，结果产后不过16天就被爆料半夜2点和老公在房内大声争执。爆料者指出，听到巨大声响，还有男子怒骂声，隔天又有工作人员进房更换电视，两人似乎吵到砸破电视。对此赵云也没否认，据说会负起赔偿责任。不料现又爆出婚变，被指当时婚姻已出现裂痕，赵云又身材火辣，婚前常上综艺节目。反射自脸书，赵云身材火辣，婚前常上综艺节目。反射自脸书。